店一样会介绍新款，然后我一样会搭配一些交往款，款式互相混搭。然后最近有很可爱的背心套组，红色系的，然后还有我身上这件。如果今天直播里面，我最希望大家可以就是都添购的款式就是这件小香风的针织。那因为它这个你拿到的时候会是有一点点分量，然后它的针织啊，我觉得蛮细致的，然后还是有点弹性的，然后扣子也很漂亮。它就像这样子的，有一点点，我觉得有点奢华风、轻奢风的感觉，很可爱。然后就是因为有点，虽然是夏天还是很热，对不对？黑颜色什么的，我觉得有点微微的海军的小香风，可是它开始慢慢有点微微入秋，好像现在都开始出针织，开始出让大家会有一点点微微的氛围感的单品。那这一款呢，它尺寸上的话不用担心，它是有点微松的。那我自己的话，里面一样配小可爱，然后搭配是这个我们卖很久的这个棉麻的短裤。那因为这一款呢，其实我觉得它跟白色里面真的比较不容易透光的，那它是棉麻加去脂纤维，基本上它穿起来就是很舒服。然后它这个地方是做那种花苞式的，这个已经介绍过蛮多次的，等我一下哦，可以让你看到。这边这个裤子它是做有点花苞式的，所以你拿到以后这边有绑绳，还可以再抽绑一下，就看你自己的宽度，所以它这个还蛮友善的，所以不用担心肚子比较今天就是肚子有点偏大一点啊，可能是个火锅或什么的都可以自己再调整。它是比较轻松的棉麻的，然后拿来搭配这个简单的这种背心。那我扎一点点让你们看一下，我上班穿啊或者平常穿很舒服，这个我很喜欢，很舒服的针织，它完全不会刺骨，然后整体上面感觉就是很舒服。之外呢，它的这个针织的编织它其实是蓝色，因为它现在我尽量会让你们看到它是比较深的蓝色，然后配白色。我后面给你看，现在下面配原本是配这个凉鞋，这是基本上我最常穿的这个不对称的这一双，这双真的很好穿，而且它其实也蛮软的，非常好搭，就各种什么雪纺裤啊、西装裤搭配都 OK。 然后我搭配这个给你看，这个小香风的这一款呢，它是这边有点镂空的凉鞋，然后它下面这个地方你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是有点软垫的，就比较软 Q 的感觉，很舒服。然后它这个小圆肩的很好搭配，我觉得有点针织的单品，小香风就是配个小香风的单品。我往后让你们看一下，像这样比较休闲，就比较可以平常每天穿的，你穿的时候不会比较会负担，不会感觉比较灵动点，整个人看起来会比较有精神，然后很舒服，就可以每天跑完走上班，也不会觉得很负担，然后平常下午茶干嘛突然穿也不会觉得太正式什么的。好，再来这两款呢都是最新的款式，大概明天，星期四晚上10点就会上架。那这款呢，很可爱，我非常非常喜欢，它是藏蓝色的。有没有上这连续好几个礼拜我都有说，今年大四色就是红色，大红色嘛。另外一个颜色我觉得就是深蓝色，所以牛仔啊，像复古的那种，以前我们，就是 Levi's 最爱出的那种车线深蓝色的牛仔裤，我们也有出，对，就是这几个颜色、这几个款式都非常，现在目前真的很夯，就是只要是厂商有出新款的话，基本上都一定会出这颜色。那你看这新的海军深蓝、藏蓝都一起出，那这个呢还是比较偏夏天款式，然后它是一整组的，它
它很好看，它这个我真的觉得超级凉，因为我怕热的朋友，很舒服，还背心式的，然后是松松的，它这边是可以拉绳的，可以抽绳，然后附一个这个，这个看起来像裙子，但是它其实是短裤，这边是有做领子的，很凉快，然后也不会透光，很舒服，后面松紧带的。所以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，它本身是短裤裙的状态，可以看起来像裙子，很可爱。它就是这个地方有做一个这样交叉的，然后配一整组。明天就上架，然后配我们看。然后这个尺寸上面我们还有做一些跟动，因为这个款式我们觉得，好像臀冠这个地方，我们到时候会做一些就是跟动，跟厂商说一下这样子。然后尺寸上面的话，你上面都可以看一下，你们臀冠或者有问题的话都可以问我们。这一组。我觉得今天这一组跟这一组真的必备，非常凉，然后不挑身材，很舒服，凉快，而且互相可以互乱混搭。像这个也可以直接配这个蓝色裤子，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配这个白色裤子，就是非常好搭配的这种款式。让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是有点 A 字的短裤裙，看起来身材很好。然后到时候新版拿到的时候，这个裙子会再长一点点，臀宽会再加一公分，所以你们都不用担心，看起来好像会比较就是合身一些些。但是我们会稍微调整一下版型。然后呀，这个很舒服，然后这也是穿起来身材很好，所以我很喜欢 A line 的感觉。所以很适合东方女生，就是屁股大、腰小、屁股大的地方。然后我搭这个给你们看。你到时候拿到版型的时候，这个地方，这个背心。版型来讲 ，B 领的，然后它其实是有这个，可以看到它有个抓皱。然后我往后推啊，看一下。对啊，非常凉快，然后很舒服。然后你可以稍微凉一点点的话，你可以带一个那个针织外套，可以搭配，或是风衣也可以。薄的防晒外套去搭配，颜色很明，而且超显瘦，就是有一点点颜色，可是它又是我觉得蛮显白的。再来是超人款，这款的材质上面很漂亮，它是这个，你可以看一下哦。它是凉感的，但它是有分量的凉感。你看它旁边这个地方，它是做有点像百褶，然后肌力感的感觉。细看，它的材质上面很漂亮。它这个颜色，黑色，我两款都会示范给你们看。然后搭配经典最基本的那种背心针织洞洞针织衫，然后让你们看一下整个型。你看这一款，我觉得莫名穿起来就是有点帅帅的感觉。它第一个凉快。然后腿看起来长，然后它的腰围地方非常的友善，就是大肚子朋友也不用担心，它的那个这个地方做的伸缩蛮大的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整个型，垂感很重，所以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就是有修长的感觉。
让大家看一下它的整体的造型，连穿背心啊，看一下。它是很有垂感的，一款裤子，然后它在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它就是穿起来会有点帅帅的。比较韩系，我觉得真的比较韩国女生都会穿，因为有些款式还是偏比较偏 lady， 但是这个版型的话，老实说，我觉得它就是会有点帅感。它下口下面的最下面其实是有一点算是收口感觉，可它又没有很收。那整体版型算是直筒，可它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上宽下面有窄回来一点点。所以如果喜欢这种款式，然后喜欢凉鞋的朋友，韩系穿搭。我推荐配这个我们这种比较水清很舒服的凉鞋，夏天想要出去想要轻松一些就可以搭配这个。这个之前也介绍过，然后它的底我觉得算是有点公分数，所以很适合穿这种垂感的裤子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好，然后呢，那我们看一下型，然后搭配这个，这基本上衬衫啊也可以直接绑起来搭配 OK， 然后那种最基本款式的这个背心针织，这个太好用了，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快要断货季，真的已经开始来袭了，所以喜欢的朋友要赶快拿。随性的感觉，简单的。深的藏蓝色，可以让我穿黑色给你看。黑色的，黑色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它的弹性也很好，这款就是蛮多朋友都要问这个款式，然后尤其肚子宽或者屁股比较宽的朋友，你就很担心啊，像比较像我脚踏宽比较重的朋友，或者是大腿比较宽的朋友，这一款都很适合，因为它其实有一点点是上宽，然后下面收回来，所以它很低调，然后它布料是比较垂的，所以它其实不会那么明显，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屁股比较大，然后下面比较窄的感觉太明显，但它还是彼此整个。整个画面看过去还是比较偏直筒，可是它其实有点作弊，就是它的臀围地方它真的是加宽，大概我觉得应该有加宽到5到7公分左右，所以它整体我觉得是很友善的，那它布料的关系它是做比较垂感，所以我觉得很修长。然后呢，千万款，这个是上周的套组的上衣，它是非常漂亮的黄色，很美。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缎广材质，然后是很，我觉得它做的很高级，它是从旁边，上周有介绍过，旁边开叉的，然后搭配这个，今年这个已经卖爆了。这个直筒裤它是有点 A line 的，它从肚脐的位置开始的高腰裤，它裤长也是算我觉得蛮长的，像我个子小号我叫它就是有点叫 Air Force， 有点厚底的球鞋，我觉得非常好穿，又凉又舒服又显瘦。然后我自己还有另外搭配这个皮带，那这款裤子呢它的本身的那个版型，它就是因为有点 A line， 所以它的型
什么的完全都不用担心，不用害怕。然后板子的上面，我穿的话是 M 号，那上面的话都会有尺寸供你们参考，所以不用担心。那我想要搭这个黄配蓝，真的很绝配，给你看。这一款因为他问蛮多次的，所以我这一款真的搭配很多次。他这个我这个是另外搭配的，因为我想要比较明显可以看到大家看到这条皮带，它是很漂亮的这种咖啡色。那它是有深咖啡、红咖啡都有，但我它是颜色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它是有点像叶子形状的那种编织感，背面是这样，非常美，我自己很喜欢，因为。它这种我觉得比较复古，现在的皮带啊，大部分都是，可能有时候是比较极简或韩系，可是像这样有一点点小小的造型，然后搭配那种西装裤，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英伦风，比较像就是我觉得会再质感一点点，然后我觉得很适合上班。特别的拉链，那如果你想要直接这样穿，我觉得很多你其实是还 OK， 蛮漂亮的。然后它直接放下来，它其实我想让你介绍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它的版型这一件很喜欢，是它有一点点修身的，它的质感真的很好。如果你喜欢有点紧身风的款式，这个真的可以参考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平常大家像它这个西装。就可以直接扎起来，可以把它当漂亮的缎光上衣 OK。平常这件裤子我最常搭的款式是球鞋，我觉得很方便。那这一款我之前有在那个去泰国的时候有分享过，我是搭配白色的 T 恤，然后加红色针织，就是同一款。那还有黑色跟蓝色，有些上衣它的质感就是差一点点，其实真的感觉差蛮多的，细节度，还有它侧缝旁边、侧边，就是你穿起来本身，我觉得整个人就会看起来就是会精致一点点，就差那一点点。然后还有颜色，像这样颜色真的会比较少，常常会出也比较特别的这种颜色。好，再来是格子的，很可爱的格子的样长裙，它这边是有。然后我搭配一个最基本款式的旁边收腰的针织 T， 好，这样搭配给你看，
单的针织，那它这个这款针织很舒服，就是那种弹性很明显，就是那种弹力很好的那种基本款针织，就是随便家里都应该备好几件的那种。那它的特色就是圆领之外，旁边有收腰，然后下面有圆弧，这个简单的家里自己搭配就可以了。然后我现在这个呢，它旁边这款裙子它是可以拉链的，然后后面呢是松紧带的。然后我穿的话，基本上这种款式的话，圆裙的话都推荐穿在高腰位置，也就是肚脐的这个位置，看起来是最漂亮。那我往后面让你大家看一下。比较可爱一点的感觉。那我上班的话可以这样穿，可爱一点点，我觉得也可以配小香风这个混搭。我穿给你看哦，旁边是有点凉鞋式的，它旁边有做镂空，参考一下。再来是同样的这个针织，黑色，然后配西装裤给你看，很经典款式的直筒西装裤。西装裤配刚抽，往旁边抽皱的针织，可以拉。很简单的款式。那今天介绍的这种针织啊，刚刚的背心针织，他们都还蛮容易在最。这个月可能是会断货，所以大家喜欢的朋友就可以赶快下手。OK， 再来秋款针织，针织系列的长袖，来介绍给大家。黄色这件呢是美到翻掉，它这一款是针织细针织的，然后它是有一点点这样纹路。我觉得这一款的针织会看起来，休闲一点点。它搭配贝壳扣，然后搭配这个一样黄色跟这个蓝色搭配会非常漂亮，很推荐大家可以这样搭配。OK， 你看一下它的长度，还有弹性，然后基本上这个 V 领我通常都会开到这么高，我觉得我比较喜欢整个开比较 V 的感觉，我觉得会比较显瘦一点点。
后上班穿很简单，然后你可以再冷一点，你可以配同色系的深色丹宁外套，它是也可以我觉得皮外套也 OK， 黑色皮外套搭起来会看起来很亮，颜色会比较明显一点。那如果平常穿凉鞋比较不好进公司，可以搭配这个，这个是秋冬款，细致到不行的这款，很舒服。然后这个地方它是做有点软 Q 软 Q 的那种感觉，所以你们穿起来不用太担心。然后里面它也有做一个，你们应该从侧面可以看到，它有做一个软 Q 的那个垫子在里头，所以很舒服。然后它的小楦圆，基本上它版型是正常。那如果你的脚型是比较偏宽，平常要拿大半号的那种，就直接往上拿一个尺寸。平常35就这款，就拿36，36这款，平常穿36，这款就是拿37。那基本上原尺寸，基本上它尺寸是正常的。但脚很偏宽的话，自己往上拿一个尺寸这样 ，OK。穿给你们看哦，这一款就是我心中的爱，因为它这个上面有很可爱的这个凯旋门，凯旋门的一个造型，一个金属扣环，然后旁边这边还有多一个这个。也很可爱，然后它有点亮皮似的，可是它穿起来就是我觉得很显瘦。所以最近我很爱穿这双，因为这双它第一个它比你想象中还好穿，因为它蛮软 Q 的，然后走的方面它里面底也蛮厚的，所以可以走蛮长一段时间的话蛮舒服的。但我会搭一点袜子在里头，因为我脚比较会流汗，那你自己可以参考。他习惯不穿袜子的也可以直接单穿。好可爱的，这双真的是必收。那有时候像我穿那种有点同色系的套装，这个款式我很推荐配白色袜子，有点高筒的中筒吧，中筒的袜子，或者是灰色袜子也很可爱，就是它搭起来会比较朝气一点点。OK。T 整个大受欢迎，就是非常，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受欢迎，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，因为它有点街头感的，比较美系。那基本上有太美系的东西，其实我有时候会撑不起来。可是这款我真的喜欢到不行，我觉得很酷，它戴就是那种透光的腮红眼镜，很漂亮。然后这两个颜色我觉得都很好看，我就穿给你们看。那我搭配最简单的，我想要搭配那种牛仔裤。就完全不要怕它大件，但穿起来还蛮 Q 的。这个 T 恤很大件，对不对？可是超可爱，第一个超上相，然后第二个是很舒服，然后第三个超有点微防晒嘛，因为它这个有点偏大件。那小个子的朋友，第一件事先折起来，懒得整理的朋友，你可以折一次，然后用橡皮筋稍微绑在里面，就不会抖，或者是一个橡皮针。但是基本上其实它是算是厚棉，
然后它穿起来的话，如果现在穿是会有点热，但是我觉得版型真的太优了，赞。然后因为我本身的话，我还是很喜欢那种棉质棉感重的那种 T 恤，我非常爱。然后它这个颜色，我觉得是超韩，颜色很美。然后往后退，那先搭配那种复古色，就是最一般的那种牛仔裤颜色，让你们看一下它们的效果，完全不用怕太大件，就是好看，很简单。然后你可以像厂商图片上面这样自己搭配 ，OK。比较女生一点点的都 OK， 其实我很推荐那种大 T 恤，直接趴那边拍，穿那种像我这种有点收窄的九分裤都 OK。这一款就是我觉得很适合，就是姐妹们还有妈妈们跟女儿可以一起推荐，看起来减龄，然后又可爱，然后拍照真的超 cute 的。就很推荐旅行可以来一件，很可爱。好，然后我穿白色给你看。白色也很可爱，白色的颜色看起来再亮一点点。那这个我基本上我都随便整，很可爱。这个拿到这件我真的超兴奋。他们家 T 恤真的好舒服哦，这个很，它分量感很重，等你拿到你真的会觉得 CP 值算是蛮高的。OK。这两款呢，我现在介绍会有两套呢，是推荐给孕妈咪、新手妈咪们，你们肚子也比较大，因为真的还是很多朋友们，因为我就定期都会找一些，我知道有些孕妈咪们就不想要硬要买孕妇装，就是想要之后还可以穿的款式，那这两套是我新找的，基本上你们就是恢复到原本身材的时候，小宝宝卸货之后，你们还是可以穿的款式，平常人我们也可以穿。OK， 涨价，然后分尺寸。OK， 我先介绍这个裤子，裤子就是凉感的裤子，就是宽裤，直筒宽裤，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这个扣子，你可以收紧，像我刚刚这个觉得我想要穿紧一点点，我就可以直接收紧，那你想要拉松就可以拉松。它很松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孕妈咪都可以穿。那我今天先穿这个，有小肚子给你们看，因为我怕你们会觉得不相信，所以那个会比较难想象啊。所以我会穿一个这个给你们看。那你穿这个穿里面，有没有感觉到那个整体的型？那这一套呢，我觉得很算蛮长度的，但是真的很大，还是会看出来一点。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的肚子在这边，
你就看你肚子到哪里，就自己拉好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穿上衣给你们看。它这个碎花的图案我觉得很美，就是很推荐给你们，就是很推荐出去玩的时候穿。第一个它凉，然后它是棉麻的，加棉麻再加一点点天丝，然后聚酯纤维，这样它就是有点凉凉的，然后舒服舒服的，然后这样子轻轻的款式，它这就是看起来就是还蛮有朝气的，然后拍照也漂亮，会比较看起来比较亮一些些。那我往后面给你们看哦，我先套个凉鞋，这样。这个孕妈妈们跟普通女生是绝对没问题，因为我现在穿的很显瘦。这个非常长度啊，你看如果有小宝宝的朋友穿起来都显瘦，如果你只是普通，你只是普通的小肥肉是 OK 的，不用担心，然后显瘦凉快，然后整套帮你搭好就 OK， 然后我们普通朋友也可以购买，然后孕妈咪也可以，然后尺寸是 ML XL。舒服的款式，这个我很喜欢，就是找这种孕妇可以穿的款式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大家也都会比较有安全感，然后加上刚好我这个年纪，大家客人们刚好都会比较是经历这个生 baby 这个阶段，所以希望分享给你们，然后你们有问题可以跟我们说，这个完全你们都不用担心，就是尺寸上你就问小帮手就可以了，好吗 ？OK。再来 ，OK， 这款是真的是孕妈咪比较适合，但是我如果你是这样子整套搭配，如果你不介意这个裙子上面是会有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购买，它还是很可爱的这个粉色。这个妹妹今天就有说，这套很适合穿去 BLACKPINK 的演唱会，因为它就是黑加粉的这个配色。它穿起来就是真的很有朝气，很年轻，所以妈咪们如果想要看起来朝气一点、可爱一点，然后这样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现在就是要方便，然后凉快，然后穿起来可爱。重点是卸货之后你还可以穿。那我等一下穿给你们看，如果你们是可以接受的话，这个是有卖给普通像我们这样子普通的女孩们。那如果是孕妈咪的话，尺寸有 ML、XL。OK。给你们看，这一样是肚子的地方，这个是裙子，裙子那边这边呢，这个等我一下下哦。
个裙子的地方配一个这个 T 恤，然后那个 T 恤这个地方呢，它还会做一个钩子，这个钩子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扣子，你就是可以自己调节，调节以后这边会有扣子，你直接扣起来，然后就放在里面就可以了。也就是说，你肚子越变越大或越变越小都可以参考这样子。然后穿给你看啊，它很长度，我觉得很不错。然后这个 T 恤，搭配这个，这就是凉鞋。这个时候孕妈咪最需要，我觉得应该算是凉鞋，因为凉鞋比较没有差。就是我知道大家脚会变大一点点，好 ，OK， 一样，个子小的朋友一定要折啊。啊，如果是比较高的朋友，你不用省去这个步骤，没关系。那简单，稍微整理一下，我往后退让你看哦。它这个裙子，它这个地方有个开叉，你把它转到你想要的地方都可以。像我开叉在后面，你看你转到你想要的地方都可以。它的肚子这边，这个就是它肚子大概会有这样这种感觉。然后我觉得我蛮长，只是长度的，但就整体看起来就是很减龄，我觉得蛮可爱的，介绍给你们。然后这个，我再把这个肚子拆掉，让你看一下。OK， 这个肚子拆掉呢，我们已经恢复身材、卸货之后，我们要怎么穿？就是这个地方拉长。拉到想要的地方以后，放进去就可以了，它就变小了。这边会有个松紧带，你就把它拉顺就可以了，然后藏起来。好，这两款介绍给你们，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款是全新系列的那个背心加西装裤，下周才会上，灰色的款式上。西装的有点微露球了，可以找一套这样子，真的是卖爆的一个这种红色系这种背心。然后我配的给你们是家乐福鞋，超可爱，我就穿给你看，这下周才会上架。然后它是可爱的西装布料，然后是有点十字纹的那种西装，灰色，是不是格雷灰应该还没退烧，这个灰色很漂亮，介绍给你们。一样是做高腰的，然后是暗扣，它是从里面扣的，暗扣扣好以后它是 A 码，这边有打折，然后分尺寸，看看，超好看，这个灰色的，手表也会是下个礼拜的新品，比较复古的这种韩系的小表，旁边是做名为金的，那它是做细带，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们就是有时候手表也会想要做一个搭配，你可以想这样，这个下周会跟这个一起上，因为我帮你们搭配好的，我有帮你们想好，你们就不用完全不用想，
就是整套购买，或是比如说你有比较缺背心，你就买背心，然后配自己的短裤也可以，然后你们可以这样自己互相的分开这样搭配，好配这个，是不是超 cute 的？真的超可爱的，很推荐这个款式，一起搭配，帅到不行，我觉得自己有点帅帅的。西装特套组会下周才会上，然后其他款式新品的话，就是明天10点后就会全部上架。OK， 谢谢你们，晚安。